候变迁的情况之下，它面临到非常多的挑战。可是，在座各位的有机茶朋友们都没有放弃我们的有机茶的这一块领域的耕耘。那我想，他们的用心、他们的付出、他们对土地的爱好、他们对茶叶的一个尽心尽力所孕育、所发展出来、所制造出来的有机茶，其实都隐含了非常温暖的感情，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更喜爱我们的这个有机茶。我们是台湾茶分类分级的一个评鉴的一个制度，那我们是希望透过台湾茶分类分级评鉴的制度，由产官学、产官学三个领域的这个专家学者能够共同把这个茶品出来，让消费者透过产官学的这些评审，依照我们的台湾茶风味轮的这个概念，把茶的好处、茶的香气、茶的滋味能够 一点一滴的非常清楚的跟消费者做沟通，希望消费者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买到什么？第一个是国产，第二个是什么？安全，第三个是什么？优质。我们今天针对我们的这个清香型花部分花酵的条形红花美人以及球形乌龙茶以及大叶红茶、小叶红茶进行评鉴。农业部在这一次我们的茶果创造了一个最吸睛的、大家最赞赏的有机茶馆。我看外面写的是有机岛茶。那我们南投县是所有县市里面产茶最多的，我们的量大概将近1万吨，9000到5万吨。那创造了南投县至少茶的价格，当然还会波动，至少30亿的产值。那我们的面积也是全国大约53%，所以农业部多多辅导我们南投县的茶农，相信对我们台湾茶的进步一定会很有帮助，特别在有机茶的方面。请问喝起来的感觉怎么样？有一点点甜涩，一点点蜜香，觉得喉咙也蛮舒服的。你平常都喜欢喝茶吗？喜欢喝哪一类的茶？红茶、清茶都喜欢。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因为我每年都会来。他也采购一些茶叶回去吗？对，等一下再看要买哪几家的这样子。哦，每年都要买的。2023全国有机茶